来，请坐。是怎么回事？我中山。嗯，那个图在哪？啊，图，我你打开。最早什么时候发现？11月30号。就这次刚发现的。啊，对。就这个，这个呢，可能还是一个原位的可能性大。啊，这纯磨玻璃结节。啊，就是模糊那个位置。这个，啊、这个 啊，里面有血管啊。啊。但是第一次发现的先别急。啊。复查一次，然后再决定。啊。过两三个月复查，如果还在，就手术把它拿掉。啊。如果它是炎症呢、啊嗯，良性的，它有可能就消了。啊。好不好？啊。所以呢，先不着急啊。啊。给你开个检查吗？要不要？啊，可以啊。啊。啊，那检查、就是、或者在你当地查也行，有这个图也行。啊，在这里查的话是今天能出结果吗？不是，今天查不是，现在不要查，急的查。啊、你这是11月30号，30号才发生的、啊，你就等着过完年。啊，这种结节了也没危险，它就是肿瘤，它也不长的。啊，所以你就等着2、3月份过完年再复查。啊，复查完如果还这样，就可以考虑把它拿掉。啊啊，如果是。消了，缩小了，那就是炎性的嘛，就不要做手术了、嗯、啊。好吧。像这种，如果就是确定不变，那这种问题还不严重吗？不严重，就切了就好了，切了就没事儿了啊。啊，那手术之后的话，要需不需要其他治疗？不需要，都不需要。对，啊、早肯定是很早期的 啊。你就不要往过跑了，周深就等着你回当地复查，有这个图发给我，我就能看到。好，就像这个网上这些人给我发一样。哦哦哦，好的好的。